主委。有假。吴院长请。吴委员长啊。吴委员长。我看你这个声音怎么一直没有改善了，你的声音是不是要去那个喉头是不是有那个啊沙哑，有没有办法改善？这个可能开刀，我这一个月出国大概是不是你可能那个长茧了，是不是有茧哦？好，要我去。哎，你要去检查。我去检，你谢谢委员，你有注意我两三次了。这假就是没有声音呢。那像我们这种唱歌的哈，这样还不得了哎，谢谢。哎，所以要修正一下。我看你讲的那么卖力耶。谢谢。我想啊，这芝加哥华侨文化传教中心啊，你这个在里面怎么有时候写驻芝加哥办事处啊？这什么意思？哦，这是外交部。嗯。外交是你们华侨文化中心是在台那边是吧？不是。我们在买这个文教中心的时候，以前就是看了几个地方，叫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去看，委员长看完，这个很合适，就决定了。现在我们是把所有的这个要过住那个地点最重要，就是在旁边这个给这个外交部的处长领导那边所有的侨务委员跟所有的社团领袖，在各个芝加哥有20个左右，组一支一个一个。那你现在算是就是这个文教中心买在哪里？在改现在的文教中心跟旧的文教中心都在威斯蒙。威斯蒙市。威斯蒙市，差了2.5英里多少？2.5英里，不是21500平方英尺啊，大几平啊？换算是我们比较大，就已经平方英尺啊，用尺已经搞不清楚，还平方英尺平方英尺大几平的？除以角色是啊，36，差不多6600，638，600多平，不足。那你600平怎么才容纳400人呢？不是，其中的礼堂是400。哦，就礼堂而已啦。对啊，我这奇怪啊。好，我想啊，这个。还有那个关于这个金山湾区跟亚特兰你现在动作怎么样？亚特兰大本来是5年前的这个中程计划哈，接着芝加哥完了以后就是San Francisco，San Francisco以后就是亚特兰大，要把它重新卖掉再来买。但是亚特兰大我去看了也有了解，我们还没有去看，但是我去了解以后，亚特兰大那个地方如果要卖掉很难卖，因为那边没有 parking space， 我们跟人家公共使用的。第二个，那个地方啊，还是很多侨胞啊聚合的地方，聚集的地方。第三点呢，那个是我们是买的，所以我决定把它用整修的方式那你做整修的话，钱就不用花那么多了，还资金还有那个吗？所以那个还要解冻啊？这个没有，那个是亚特兰大，我们现在还没有拍进去啊。亚特兰大还以后才会喷，现在我们喷的是解冻的是芝加哥的钱。亚特兰大难道我们包括在内？我看这写的是包括在内吧？没有，我看一下。对，上述两文教中心的搬迁计划哈，共三这个不冻结2818万嘛？对，那是包括在内哦。那个是芝加哥的冻结的。换句话说，你认为没有包括在亚特兰大里面？没有，亚特兰大都还没有喷，每年要喷的嘛。连喷都没有喷，亚特兰大连喷都没有。那我们这个立法委员这个决议啊，跟你讲的不一样啊。我们这个那就换叫不包括在里面就对了。没有不包括，我们的解冻案就是说芝加哥哦。不是，我们那时候写在一起了，我们那时候写在一起啊。我们是写在一起。亚特兰大文教中心参建计划啊，冻结1/10嘛。好了，你只要说明清楚就好了啊。那我想说啊，这个你这个16处的华侨文教中心啊，在美国的占多少个？11个吧，刚才11次找遍美国，在美国啊，北美地区11个，在加拿大多伦多一个，还在呢。所以美国大概有10个。那其他5个在哪里啊？其他5个，一个在多伦多。多伦多讲了，惠州是巴西圣保罗一个，亚洲在哪里？2个，菲律宾马尼拉跟泰国的曼谷，大洋洲在雪梨跟布里斯本。
所以一共16个。这个分布我觉得有点问题耶，真的是有问题。你这个美国啊就占了10个，加上加拿大你搞了12个是吧？11个，啊，加拿大是11个。那其他5个才全世界各地，你是不是分配是不是有问题啊？对，这个分配有一点偏差，我们呢有点偏差，偏差太多了，偏差太多了。哎，这个欧洲是出来的，欧洲是有没有外交部？欧洲有没有出来？这个跟委员报告好，李司长，跟委员报告早期哈、哦、注重哦外这个，你不能全部在美国嘛？你这个，你说我们讲英文就歧视其他讲语言的。好，李那欧洲啊，其他呀，哎，你欧洲这里到什么东西啊？侨教中心啊？欧洲目前并没有。对啊，你看你这个失职啊，就搞了没有被半个。那个侨教中心，报告委员啊，欧洲本来讲叫巴黎。报告委员，欧洲本来2个，失职的是前任的委员长，把2个都干掉了。不是、啊，那你先说102年才到巴黎哎、欸，所以你欧洲是啊，哎，所以我要把活巴黎回、啊，我们很认真的要回。欧洲市长啊，法国的面积多少？法国原来的侨教中心，他现在法国的。人口面积有多少了？法国考考你，包有多少？不是法国土地面积，土地面积啦。土地面积。西班牙多少？德国多少？我跟那个外交部比较不清楚，因为都是我们在做。不是我报告好的。以前的人口的法国人口多少？96年的大概只有几千、几百十万。法国人口。人口嘛，人口大概7000万左右。那么德国呢？德国大概8000万。那个英国呢？英国大概5000多6000万。哎，差不多是这样了。那我请教你面积呢？这么少。面积的话，哎，你看，我告诉你啊，我虽然不是读，我很清楚哎，哎。法国面积。法国啊，是50万平方公里，西班牙是55万，很多以为西班牙啊比法国小是错的，那德国才35万。德国面积35万，你不要以为说，哎呀，看到德国好像很大，是它的面积要比法国小15万平方公里。意大利、德国、日本，这三国家面积都差不多，哎，37到35之间的，这基本动作。你们读外交做外交的啊，这基本动作我50年前我就知道了，30年前就知道，三十年前就知道了，没有，3年就知道，所以你们在搞这个哈、啊。我上次跟你讲说要争取欧洲嘛，但现在啊，欧洲一直没有。你这个，我是希望你们侨委会啊，对，这个美国10个、啊，略悬浮夸、欸。哎，那你欧洲没有，那你马来西亚一定也没有。日本人口多少？哎，大哥，日本人口多少？日本人口啊，我的了解是大概在1亿多。1亿3000万了啊！1亿3000万。好了，我跟你讲，面积啊，这37万平方公里啊，你看这么大国家，你没有，韩国也没有，那你是这个美国搞了10几个，你不要想说你留美就乱，这一直弄美国哎、欸。跟委员报告，所以我们上台后啊，专门的要恢复哈、哦，第一个先恢复欧洲，再来啊，在很多地方啊，韩国跟日本要买土地哈、哦，有时候比较难。你毕竟在东京嘛，东京地价是居大不易，很贵是没有错。你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啊，叫吉巴县啊，叫千叶县旁边很接近啊，或西周卡县、静冈县，或是卡纳加瓦县、神奈川县，也很接近啊。我们来努力，先把这个巴黎好先做完了以后，我们再来努力欧洲，再做一个在英国。对对，我希望你这样检讨，不然我都看不下去。啊，好，你英文那么久哎，在新年了、哦，新年你英文怎么讲？新年过新年了、啊，新年，今年了、哦，新年了、啊，有什么？过新年的新年你英文怎么讲、啊？过新年的新年。新年了、啊，英文了、啊。New Year。啊，那耳朵呢？耳朵，嗯，什么？哦，他跟我讲，耳朵叫 ear， 你看两个都一样。事实上，新年的那个 ear 跟 ear 是不一样的。嗯，哎，分清楚来，纠结没有那么久。对，谢谢。我跟你讲，因为哈，我告诉你啊，这题外话，闽南语啊，它是没有卷舌音的，所以我听你讲，你是因为讲闽南话，是不是？你是讲闽南话的、啊？我家己人，我要讲到呢。所以你的发音啊，你没有卷舌音呢，卷舌音你发不出来，这个、哦、你发不出来，你跟日本人一样，日本人啊也是没有卷舌音呐、啊，这叫吴越音，
对，哎，记在五月，所以你们发音有些字你发不出来，发不出来。南部的、哦、嘉义中学的国语国文真的比较差了，像、哎、那个住处啊，你那字次，蜘蛛那猪猪哎，啊，这没办法，这要克服了。但是我是希望你啊，不要全部弄在美国，好，好不好？好，我明天再看看你的成绩了。好，啊，这稍微期待均衡分布一下，谢谢啊。